你能不能给你给哦，他可以给我看。We got that power, power. 现在我就要容托一下，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住这一间 Baroato， 它非常靠近仁川 Airport， 好像我们从马来西亚到了那边很夜了。最 strategy 就是住马坡谷的地方，因为很快就到，好像是一个小时内我们就到达了 Baroato Hotel， 所以我觉得 Baroato 是一个非常棒的落脚处，如果你来韩国的话。所以就是一个单人床、小茶几、双人床、一个电视机。哇哦，你进来这里呢？有一个梳妆台，然后一个冰箱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没有东西，只有三罐白开水，椅子，镜子，哎呀，掉衣服的地方，一个冷气，这边就是厕所，厕所一个那个嘎苏的这边单打，然后这边就是洗刷的地方，对，带你们去看那个房间。好，这里呢我们就有两个 bunk bed， 这里有一个电视机，这里也是一个一样的茶几地方，全身的镜子 toilet， 然后一个 gasut， 然后镜子，这里有的冲凉吗？啊，这里有一个冲凉的地方。OK， 我们明天早上8:30吃东西哦。OK， 所以这里呢，这个是大门，然后我们这里就有一些花花草草之类的给你洗你的那个杯，一些资料。我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哎，不能开。底书，哎呀，可爱哦，偷回去。我有一个热水器。OK， 椅子。这个是热气吗？哦，这个是热气耶，哦，舒服，很大的，哦 ，OK， 我们就 land 一下 ，OK， 就这样子就完了。这个就是婉晴的落脚处了，我觉得她的穿搭就是根本就是很适合这里，OK， 嗯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是硬硬的耶，就是铁，这个电视机是听不到声音的，你要听的话，你要插在它那个 USB 的 plug 位，因为它这个 bunk bed 是给那种不认识的人住的。这个是牙膏，非常的特别。Brush， 大家好，我哋而家就系播音啦，系广东话。因为我哋要 international globalize， 你能不能给你给？凌晨一点了，播音来谈谈明天要干什么？哎，我觉得这个相机拍的哈，脸好像有磨皮一点，来，你跟看一下，好像变白那种，很好啊，黄皮色很好的感觉，哇哦，一波哟，明天就遇到 BTS 了你，希望如此，拜拜。第一晚的时候我真的是不大能睡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认床的人，好像是凌晨3-4点也是不大能睡，睡到6点那样子我就醒。第二第三天我就睡得好像猪这样，睡死了。朱婉婷他每一天早上他就跟我讲，喂，三美你昨天打呼批评我睡觉的声音太累了吗，你一直叫我走走走走走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门，早餐就掉在这里，哒啦，很明显有给，哦，他可以给我看 ，Margaret， 哇，这个好像老师哎，现在就属于你们另外一间房，掉衣服的，非常的特别，是因为你看，它是对面 ，OK， 所以你不会扯到那个人头，就那个人也不会扯到你的头，就是扯来扯去 ，OK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有阳光晒进来，非常棒。如果你嫌太亮，你也是可以脚这个下来 icon， 可是如果冷天的话根本都不需要。哇，非常可爱，咦，
嘎高的那个 QQ 的 bebe。如果你要叫他整理房间的话，你就放一个 Make Up My Room 在外面，他们就会整理的。这些都是 complimentary 的，有 Maxim 的 Instant Powder 茶、吹风机、连身的镜子是一个 must， OK。Toilet， 哇，跟你推荐的就是它的那个 conditioner， 还有这个 shampoo 非常好用，用了哈，头发很滋润。这里有一个电视机，非常大个，放鞋子的地方。完。길었던 겨우 내 줄 곳 품이 좀 남는 밤새 곧 그 속에 나를 쏙 감추 사실 Baroato 走出来一阵子 转角 再走一段距离 就是 subway station 了 非常的方便 那边附近也有很多的餐厅 cafe 啊 附近还有一间 Innisfree 第一晚我就去买了 听说它有 rooftop garden 非常的漂亮 阳光普照 你可以跟你朋友在这里吃起 mac fried chicken 加 mac juice， 哇，还可以看到风景，呜，很漂亮，很漂亮 ，nice。跑出来一下，这有人走啊！我比较娘娘，所以好像鬼屋哎，有这个手掌。